大家安排一款非常甜美的披肩发，这里取出一缕头发就要给后面取啊，取成就是这样的，往后面这样拉，披肩给它固定，固定的时候固定的松一点，不要那么紧，然后固定好之后咱们这分开来勒一个内套，这样套过去，然后咱们把耳朵上方的身上的这点头发这样给它拿起来，手给它这样捋顺，然后咱们从这个洞里面把这下面的一撮头发这样给它拉过去，然后给它编成一个麻花辫，把这个小揪也给它编成一个麻花辫，然后再给它一个小夹子，那这边也编好了，好了，就这样的效果。